伺服电机定转子铁芯冲压需要用什么设备？伺服电机定转子铁芯是分体式结构生产，然后由多个拼接成一个整圆。冲压生产需要使用到的设备有双头材料架、S 型整平机、夹式送料机、大吨位高速冲床及极静模具。硅钢片卷料由双头材料架进行承载放料、展开，之后由 S 型整平机对板材进行绞平去除内应力。再由夹式送料机将板材送入搭配有极静膜的大吨位高速冲床中，在冲床模具内完成伺服电机定转子铁芯的冲材、成型、精整、切边，铁芯自动叠装成型。冲压速度可达到每分钟200到400次。生产的伺服电机定转子外缘尺寸覆盖29到410毫米。生产线使用夹式送料机作为高速送料设备，送料长度数字显示，可在送料进行中调整送料长度。操作更为简易，送料精度更高，使得制造出的伺服定转子铁芯表面光滑，平行度、垂直度更优。常州静智德提供各种定转子铁芯冲压生产线定制方案。对于寻求高效定转子铁芯生产方案的您，欢迎咨询，期待与您交流。